Hello， 我是 Coco。今天的严选民宿要带你前进北海道，品味奢华旅宿与爱的文化。二世谷鹤雅别庄景之超。节 Moku 指的是木头纹路，从枝桠上截取的珍贵树瘤，制成各式器物，形成细腻的和美意饰。如果说星野集团是将文化体现在饭店之中，那么鹤雅集团便是将北海道的大地物语，将旅宿巧妙融合自然风光。想享受道南的一夜好眠，就跟着 Kiki Coco 出发咯。せせらぎにもらえられ、私の別荘時間が始まる。节之超别庄，如其名，在二世谷特有的娴静氛围之下，将温润木调拉进室内，里外皆能吸吐着自然的气息。大厅复古式暖炉烟筒，用炭火烘烤一股暖流，取一本书或坐或卧，聆听爵士之乐，浅尝软糯香甜的棉花糖。全馆共25间房，结合洋式的舒适性与和式氛围，让风景变成房间的装饰品。蜜森之汤，命泉之水，有着百年以前就涌出的森林温泉。蜜汤以昆布为名，古代爱奴族打猎时会将昆布绑在树上做标示，这才有昆布温泉的美名。浴池环绕二世谷森林，树耳细品，古安溪别川水淙淙，衬托鸟儿林间咏唱，是天籁诗歌。除了浴场，木质阳光露台还设置足汤，春阴秋风，夏翠冬雪的四季更迭，凝聚二世谷自然之美。而美食绽放舌尖，鹤雅集团精心译作，汇集山海寻之味，来一场疗愈心灵的五感合韵吧。此行我们将带您品味复古情怀，像是浪漫满盈的小樽运河，还有海运基地金森红砖仓库群，以及湖山碧雪的雪美风光，二世谷最美沼泽神仙沼，以及新日本三景大沼公园。旅行何不远离尘嚣，饱览北海道独一无二的壮丽绝景。今夜就在二世谷别庄做一场美梦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，或上官网查看更多行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